200段全新隐藏教学年笔记，有兴趣快啲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啦。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习惯一个人，算不算天分？什么学会抽完鱼一根，接着再一根，算不算看透了？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不需要过问，也不必再问，就让时间扪心自问。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整理的房间像场空门。 Oh no， 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睡仙人座，再没有你以后没有了什么。你没有着急冷落，我全着急冷落，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自由。 No no， 是自己由不到的足够，再没有你以后。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整理的房间像场空门。 Oh no， 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雪山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什么都没有。谢和弦嘅《再没有你以后》啊，究竟佢本名系咪真系叫谢和弦咧？咁型啊嘛，大佬 ，out court 啊，大佬做。OK， 呢首歌系我听完之后，我好中意，好 pop， 即系所有嘢我都觉得系好典型曲式嘅一个 pop 歌，系好正，编曲都好正。先讲个 intro， 好简单，第一句，俾一个 A chord 咯。好简单，第一个八。咁啊，玩个最简单先，你可以每一个。落 chord 點同佢一齊彈啦，咁啊最容易去記啦。A 八度，我轉頭先教個難啦。OK， 然後重複，都係 A chord 嚟嘅右手，不過右手玩左手玩 D 啫。然後OK。我哋試咯，好嘅。然後佢原本嘅玩法其實就玩咗個15123嘅16分音符。然後你可以加一個，或者我中意玩3位咁樣啫，八度。然后 D， 咁简单啦。我再你好似有左手啊，一五一二三，呢个系 A chord。然后 C sharp minor， 一五一二三。然后 D chord， 嗱呢首歌我冇编到好难嘅。然后 D minor， 我俾咗个 7 嘅添。呢首歌我冇編到好難，原因係因為咧好少玩啲 A key 嘅歌啊，即係或者玩其他 key 嘅歌好少玩，咁所以今次我就特登都玩翻多少少啦，即係叫做有啲黑鍵俾你玩下，加埋。搞掂就係個 intro 啦。OK， 咁啊練下啦，唔算好難啦，我覺得。好，然後去到唱嘅部分，其實佢成首歌嘅 chord 咧。都是咁走噶，咁所以变咗唔算系好困难，但系多一件都几麻烦，再麻烦再多一件啫。八度啊，左手我哋玩紧第一个 A， 右手玩咗个
C sharp E A， 然後 C sharp minor， 我就玩咗個 C sharp E G sharp， 其實唔會轉好多嘢嘅啫。然後典型嘅一個 D chord 啦，再典型嘅一個 D minor 啦，乜乜七乜九都冇落噶啦。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算不算天分 ？OK， 然后一样重复嘅啫。怎么学会抽完一根，再打能打，算不算看透了？就咁样。咁而且开头咧，我都冇做咁多 broken chord 添嘅，即系开头我都系玩一下多。首歌去到中间呢一段，不想要情认。也不想默認呢個位置，我先開始玩 broken chord， 咁個層次會出少少嘅。F sharp minor 好快，因為都係你望到我寫得咁清楚，你好識噶。F sharp minor 就變咗 seven 嘅樣咯，然後 E D 嗱好簡單嘅 chord， 其實係直落嘅啫，你見到。不想要承認，也不想默認。我只想跟住 A 玩咗个典型嘅 A chord， 然后玩咗个其实你可以话系叫做 A bass on G sharp 嘅，或者佢叫 E bass on G sharp 都得，其实冇咁复杂，就系纯粹将我两只手最左边嘅手指攞一格啫，咁啫。嗱呢度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喂，头先你唔系玩紧八度咁样左手，中意嘅其实都可以噶。咁只不過我嫌佢太枯啊，你其實可以玩又得 ，OK？ 咁譬如我想多啲音嘅，我就玩曬成個 chord 咯 ，OK？ 咁啊，留意呢一個位，因為佢係一個八三個 chord 嘅關係，所以變咗呢度 D chord 其實佢係一拍、兩拍，然後三拍、四拍嘅。這也不算純人，就係。我只想麻痹着什么A 一下，非常之出一下。OK， 我用试下玩一次俾你睇下。F sharp minor 开始。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唔唱嘅。OK， 就咁样就好简单。但系咧，去到呢个位置，其实我系有做 broken chord 噶。刚才有示范个 broken chord 好简单，我揿嘅音系一样嘅。首先，所以点解我要教晒 chord 型先？咁解。然后我喺呢个 chord 型身上面，我做嗰啲 broken chord。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不想要过问，也不必再问。好沙啲 ，OK， 咁样一个 broken chord。好啦，如果你嫌系太寡啦，话上冇得再深啲啊，有嘅，你可以玩一个，加多个音啫，一一，头先咁样嘛，俾多个二音我啫。什么？哒哒哒哒哒，也不必再问。哒哒哒哒哒滴哒。OK， 咁啊视乎翻啦，可能我哋头一段我会做少啲嘢，头一段我会可能简单啲，就咁啫。即系啱我教呢、這个。OK， 但系第二段翻嚟嘅时候，可能我就会做翻个。型啲啦 ，OK， 咁然后再唱就去到副歌啦。副歌我编咗好简单，你玩四拍四得噶啦。因为我头先开波就讲咗呢首歌系好鬼 pop 噶嘛，好流行歌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唔好搞咁多嘢，啲 pattern 先咁先至够正嘅，因为一定要 C sharp E，
然後 bass on G sharp 我冇乜點變嘅，隻右手 F sharp minor E D chord A B minor 我玩咗個 7 嘅E。其實啲 chord 上面都已經玩過啦 ，OK， 反而可以 focus 喺後邊升 key 啦，升 keyboard 都係 B flat key 好容易啦，所以今次其實玩 key 啊，你當係。又多咗好多沒人做，沒人抱著我，沒有撒嬌電話，沒有深情的吻，沒人準你的房間上唱空門。Oh no， 又多咗後來沒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谁想认错，在没有你之后，我没有了什么。唔记得歌词，啊，好简单啊，四拍四，其实已经系得咗啦，四拍四。OK， 咁系坚嘅呢度，所以唔讲咁多。然后去到中段，我系执埋个间奏俾你，所以好靓仔啊呢度。去到我没有了什么，跟住我都好耐冇弹过呢句，跟住系咁啦。我执完自己都冇弹过呢度，先睇一睇只右手先啦，一齐去重温噶啦先。第一个 C sharp。然後其實是一個 chord 嚟，不斷重複嘅啫 ，D、G、A、B， 然後重複。然後左手俾我一五一二三俾佢啦，做到嘅話。然後。B C sharp F sharp G sharp A 重複 OK， 所以我今次點解教得咁易咧 chord 嘅部分，因為玩其他 key 啦，我第一次唔係第一次啦，即係都多嘅玩其他 key， 同時呢一個 solo 都幾難。跟住 F。就一個 E major scale 啊，類似 A major scale，sorry， 我喺 E 開始 ，OK， 我嚟多次喎，左手，练到落去咧，其实就好正嘅。去到亲爱的，再没有你，傻仔，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好，四下之后就嚟啦。OK， 然后就再翻翻去啦。咁呢度再翻嚟嗰段，你就可以敷少少啦。譬如你可以玩翻多啲 broken chord 啦。什么时候我开始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喜欢等等等。或者你玩翻个系四拍四敷啲噶啦。巴伦比伦巴伦比伦巴巴伦迪伦达，算不算天分？一样啦。巴伦比伦巴做示范啦。等等，算不算看透了？不需要承认，也不需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不需要过问，也不必再问，就让时间抚心自问。咁样啦，然后就一样啦，然后好啦，去到第二次翻嚟咯。
Hello， 最后一句，选错再没有理由，我没有了什么，我没有了什么呢？个位佢就直接嗱，所以后边有个呢度啊，我没有了什么，个魔字就直接飞去 F sharp minor 啦。咁但系啲 chord 系一样咁发嘅。我没有了什么，我没有找人联络，啊那能把能变咯，能把能把能变能把能把的包。咁样啦，直落嘅嗰个 pattern 咧，我就玩咗其实系八分音符嘅 broken chord 嚟嘅啫，即系本身个 chord 就玩 A C sharp E 啦，系咪？我就玩咗个 broken chord。十六分音符其实唔系八分音符，然后 E 一样咯，然后 D 讲晒啲 chord 先啊 ，F sharp A E， 跟住 A C， 嗱其实啲 chord 系一样噶，同我边玩嘅嘢同之前玩嘅系一样嘅 ，OK， 咁啊嚟一次啊，噔巴噔哒噔滴哒，噔巴噔巴噔滴哒，噔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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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巴巴巴。但自己用不到的出口，啊一样嘅啫 ，OK。然后再没有你以后 ，OK。其实冇分别，当然如果你觉得喂好烦，你可唔可以绑翻四拍四？可以嘅，即系你可以。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我没有找人联络，我恨着找人来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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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日记找不到的出口。可以咁嘅，咁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咁样唔够富，唔够澎湃，唔够推去升 key 啊，所以变咗我一定要。那么都没有，噔吧噔吧噔比吧，噔吧噔吧噔比吧，噔吧噔吧噔比噔噔噔噔噔噔。你见到我有个起伏啊，由细到大。OK， 嗱，当然呢啲咁仔细嘅嘢，我谂都唔会有人跟噶啦。OK， 咁啊，可以做到最尾咯。再出口口口，跟住好啦，去到再没有你以后，再没有你以后，升 key， 好简单 ，G B 十二升全部升半度啦，就变做 B flat 咯。再没有你以后，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住我，好简单，然后 B flat。D F 我玩咗个，咁啊纯粹练 key 啊，你 feel 到系嘛？真系，然后 F bass on A A C F G minor B F D F A C F 唔难弹啦，见到我右手根本都唔使点喐咁滞，然后啊支 cam 成日喐嘅喂，咦，仲有黐鬼实咗啫，然后 G B flat D A C F。其实我的右手是没有动过的，见到我是在这个位置就 keep 住 ，OK。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住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劝你打翻健身唱空门 ，Oh no。跟住是一模一样的嘢啦。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睡下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什么都没有。OK， 都系嗰啲嘢咯，咁啊，当然都系同样玩法啦。呢个位我系玩四拍四爆，成首歌嘅副歌我都系用四拍四爆，你会呼好多。譬如你谂下喺自己游不到出口嗰位咧。有不到的出口，在没有你以后，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住我，没
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准你的房间像场空门。 Oh no， 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睡下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你发觉其实怼四下就已经是那件事来的了， OK， 我完全 feel 到这 cam 就是想、哎、总之刚才我刺实他了。好，然后去到最尾，最尾还有的 E flat， 他很简单，最尾就是 DGDG， 然后 F，G D G C D， 跟住我好靓，俾咗个 G chord 俾佢，再加埋就系没有你以后，你可以慢啲，我没有了。我没有了什么，跟住就嚟，咁就一首好完整，系完整教晒你嘅《再没有你以后》。张志成、谢王贤，中意我可以订我频道，一路 Facebook 都可以记住我，下面已经有个链接咧，系攞铺噶啦。Facebook 留言，拜拜。再没有你以后，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最近偶尔听到的一首歌，然后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喜欢。OK， 先来看看前奏的部分。OK， 右手。其实它就是 A 和弦 ，A chord， 很短短的一个前奏。然后左手你可以先来一个最简单，就是每一个和弦来一下，每一个和弦来一下。每一次我都这样说 ，A， 给左手给它一个八度 octave。然后最后给他一个 C D minor seven 比较好听 ，D F A C， 再来一次，再来 ，OK， 然后可以的话可以给他一个分解和弦，一五一二三，一五一二三。OK， 然后一样，一五一二三，A， 然后 D， 再来一次，慢一点。就是这样 ，OK， 前奏，然后唱的部分开头，其实整首歌也不太困难，只是非常多黑键而已，很多黑键，因为它是 A key， 有三个黑键，然后它到最后有一个升 key 的部分，就是 B flat key， 有两个黑键，所以你可以当今天是一个和弦的练习比较好 ，OK， 好，第一个 A 和弦。C sharp E A， 我先讲一遍，把所有的和弦，然后 C sharp minor C sharp E G sharp， 左手其实你可以整首歌都给他一个八度，但是有一些时候像第二个和弦，我想他们靠近一点，所以我的左手给他一个一五一五一的一五一三五的五一五，但是你也可以是八度也可以，没关系，
哒哒滴哒吧哒滴哒吧，可以的，也可以是吧哒滴哒吧哒滴哒哒，也可以。OK，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是说左手我都只用一五一，或是一一八度，或是一五三种不同的方法。OK，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是用这个方法。好，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然后 D 和弦 ，D chord， 然后 D minor chord， 最简单的一三五。哒哒滴哒哒哒，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算不算天分？然后重复。怎么学会说完语一根，接着再一根，算不算看透了 ？OK， 非常简单。然后开头你可以只弹一下就可以了，真的就。OK， 不用去变化。然后来到不要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才给他一些分解和弦，就像 F sharp minor。E D， 我会给他一些分解和弦，就像 像这样。你会发现，其实就算我弹分解和弦也好，我的和弦其实都不变。你可以把它当作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就想麻痹着什么，也可以是同一样的，但是分解和弦的。巴登巴德的，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也可以的。OK， 其实和弦环都是一样。然后来到这个 M， 我只想麻痹着什么，它的拍子有一些变化，就是 D 和弦两拍，然后 A 和弦一拍，然后这里其实我给它一个多一个和弦，就是一。Bass on G sharp， 哎呀，哎，好，所以再来一次，就是 F sharp minor。不想要承认 E， 也不想默认 D， 我只想麻痹着什么 A， 和弦就是 A C sharp E， 然后 E bass on G sharp 就是 G C sharp E， 其实它跟 A 是一样，只是降一个半度而已，它的位置。OK， 所以你要留意他的拍子。再一次，不想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OK， 也可以是分解和弦。但要承认，也不想默认，我只想麻痹着什么。然后重复，一样的和弦。不需要过问，也不必再问。走让 ，OK， 然后 D minor， 简单。走让时间扪心自问 ，OK， 好，然后来到副歌的部分，最简单就是副歌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给他一个四拍四就可以了。有没有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声就可以了。OK， 然后我左手差不多整首歌都在副歌的时候都是八度，好 A C sharp E， 然后一样 C sharp E， bass on G sharp， 然后 F sharp， 再来 E， 其实只是和弦跟上面是一样的，比方说 F sharp A C sharp E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然后这个 E 和弦，哎。这个E和弦跟下面这个E其实全都是一样，所以来到副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懂了所有的和弦。 OK， 再来。那桌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走音了。然后 ADF sharp， 没人准你的房间像窗空门，然后新的和弦 B minor ADF sharpE， 然后四拍。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
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整理了房间像场空门。 Oh no， 然后重复再来。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谁先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 OK， 完成了第一次副歌以后，我就给他一个很简单也很好听的一个间奏，就像这样。然后再来，像这样很好听的一个钢琴 solo。 好，看一看右手。其实不太复杂，你可以这样看会比较好看。OK， 像这样，因为它是不断的重复，第一句，然后再重复，再重复，像这样，然后一样，这里。然后 F， 然后左手给他一个一五一二三，就像我们前奏一样。OK， 然后再回到灯，然后再回来，然后就到副歌，然后对第二次的副歌，在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留意下面这里，没有着急沦落，没人着急沦落。咋能把它敌人叫自由呼呼呼呼能把它在这里。 OK， 这里其实第二次的副歌以后来到这个我没有了什么的么的时候，就直接来一个 F sharp minor， 我没有了什么 F sharp minor， 和弦的指法都是一样，然后 D A样。噔噔噔噔噔滴啦，噔噔噔噔滴啦，巴啦巴啦滴噔哒哒哒哒哒哒，是自己有不到的出口。OK， 但是我给他一些分解和弦的变化，就是十六分音符。再一次，我没有你以后，等把它打成冷落，我很难找人冷落。然后，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自由。Oh no，
是自己有不到的出口，再没有利益后，然后直接升 key， 呼，再没有利益后，呼，有多久后座没人坐？像这样 ，OK OK， 其实不太困难，只是比较很挤，很快的感觉。但是其实它的弹法不太困难，然后来到上 key 的部分 B flat key 左手右手 B D F， 然后 A C F， 然后也是 B flat D F， 还是 A C F， 很简单的，然后 G B flat D A C F， 有多久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整理的房间像场空门。Oh no， 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黑键而已。有多久一样的和弦，一样的音。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再为了争吵谁先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OK， 在这里其实你的伴奏变化可以最简单的四拍就可以给它大力一点的感觉。后座没人坐，没人抱着我，很澎湃的感觉。OK， 特别在这里开始，其实我弹的力度非常大力。OK， 越来越大声。没人抱着我，没有撒娇电话，没有深情的吻，没人整理的房间像场空门。Oh no， 有多久后来没有我，没有再牵手，没有哒哒哒哒哒，谁先认错？再没有你以后，我没有了什么。OK， 你会发现其实你大力一点，那就感觉就会很澎湃一点，丰富一点。 OK， 所以我弹的节奏其实都是四拍四而已，然后来到最后的尾奏，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教学，再没有你以后，拜拜。